Let's go。这一把打貂蝉可能就有点压力了。这个貂蝉，他喜欢卡我位置的话，我不好打。但他前面没什么线权，我们要抢线。我刚刚想抢线，又来给我压力。不过他们就一个刘禅，应该拦不住我们抢线。怎么呢？你还跟我凶？你是不是要跳上来跟我凶？你是不是要凶？啊？至尊平 A， 了解一下。但你挂机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你别挂机啊！他把我一技能吃完了。别挂机啊，帅哥！哎，我 A 你 ，A 你 ，A 你 ，A 你，我抢，气不气？法爷无限猖狂，兄弟们！这不搞他一波？我先不丢一技能，我等跳了我再丢，跳。跳，跳，哎，跳，是不是啊？错了没？哎，这一跳，我一手一技能，憨了吧？再去搞下路，怎么说？他往后撤了，那算了。塔外天塔，这前面就没必要吧？前面塔外天塔没用的，前面伤害低。我已经嚣张到如此清兵线了，兄弟们。怎么来说？你该不会想大招吧？把线压在塔里面，他们没有视野。再去上路搞那个上路，那个钟无艳好像挺憨的，钟无艳又没了，能不能顶到？加油！哇，这还好，我猜得准呢。钟无艳疯狂被搞，我这波没闪，我要低调一点。小心，谨慎，沉着冷静。哟呵，哎，哇，还好我够冷静啊，不然人没了。吃两个药包，别怕，一技能加大，全部都得死，还不明啊？明白？老弟，多少还是有点痛苦的。哎，你别啊，他有大的。别啊别啊，我去帮你压。哎，你这中路点两下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意义的呀，过来压他呀。帮你抢个核桃之灵。这你胆子这么大的吗你？啊啊！屁股后面，哎，减伤，哎，赚大，赚大，赚赚赚赚！对对对，守一下中，守一下中，帮我守。我来弄他，弄他，他没闪的，他没闪的，弄他，弄他，他没闪，他死了。哎，一切都在节奏之中，兄弟们，挺好的。这个貂蝉他打不过，这个能不能给我啊？爱了爱了，他给我了，这不小顶一手，扫你们，扫到就哦，嬴政还是真的挺好玩的呀，是我嬴政玩的。是我嬴政悟了道，还是说这英雄本来就很强啊？我真的，我感觉我好久没玩嬴政了。作死！前面伤害还是有点差。下雨，看戏，要进行我的塔外点塔了。嘿，嘿，那这里，嘿，嘿。
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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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记不记？你的法爷至尊平 A 砍了中路无敌，什么？把我一手小顶，我开了个大招，直接扫他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。哎，我这哦还好，赚大呀！撒个一技能，他脚底下吃药叫盾，有点假，这他没死呀，这个貂蝉。我继续，嘿，嘿，嘿，哎，什么守塔吃剑吧，我的宝！啊，差一下呀，那没事，压完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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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下放，他走了。哇，中雁呢，兄弟？怎么说？没让他撞我啊？他拉走了。谁还守塔？守塔，守得住啊，守得住，守得住，乱刮吃药买装备，这边到脸上来了，等他再跳一下，直接这个大招中间放一技能，他总要吃伤害的呀。哎，他这波螺旋小跳还不错，这边刮了个盾叫了个一技能，但伤害还是不够呀。那算了，兄弟，让他吃吧，他吃中路。啊，没办法。嗯，哟，上路还不限，救不到了呀，帅哥。小亏。哇，兄弟。没事没事，他们清线很慢，我中路塔都没掉血。咋说？压上路，两个 C 在下，直接压，我一个大招他们不敢守的。这么猛的吗你？挂脸上扫他。哦。顶住压力，帅哥。不用撤吧，好像还在撤一下，换个盾。两个人，但我们这个血线不好打呀。包他包他，嗯，不会没死吧？哎，有点假。哇哇，终于是忍了半天，终于摊了一波，被逮到了呀。可以，这个赵云终于蹲到我了，厉害厉害。赶紧走云林木，没所谓呀，这样我就死了一次，我已经起飞了，说实话，当我进入这个节奏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。别追了呀，再追要被跳死的。哎呦，上头了呀，这样追肯定不靠谱的呀。
他应该可以单杀他呀，你怎么这么怕他呀？这马可锤那个不是跟娃一样吗？好兄弟，帮我守一波中吧。不行，我自己去单带呢，我怕赵云直接搞我，我没大招，没必要贪那一波上路。等他把兵线清了，我跟他对着运一波就行了。咱们跑图也快，不缺这点时间。别着急啊，帅哥。控一下，控一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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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哒哒哒哒哒，哎，难受不？击飞，交闪，一技能扫他，他敢回头，记住在貂蝉的阵法中间丢一技能就好了。其实我们抱团直接压就行了，我感觉压一下，我一个大一个塔呀，但我们总没有打出正确的推进节奏，又要塔外点塔了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撒一撒大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有任务滞留了。哎，没必要啊，哥。啊，最后还是我一波塔外点塔。啊，没必要，没必要啊！你这昏了头啊！哇，没必要啊，你说这个高地你这样操作一下无所谓啊，你是这样搞。你是怎么敢到脸上来的？你说到我脸上来的时候有大招，我还是吧敬他三分。没大招他怎么敢的呀？无情普攻，你的法爷啊！好吧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拿。赵云在，因为惩戒嘛，下回没惩啊，问题是。哎，没过来，完蛋！哎，没完！哎哎，一技能减速！哎，难不难受？反手一大，你搁这 ，no！ 好吧，一技能加冰杖减速，减的他是嗷嗷乱叫。好喽，等我，别急呀、啊，我不在，怎么能打呢？知道团队的核心是谁啊？干嘛呢？这不浪费节奏吗，兄弟们？我一个人扫80000个人，全部都给扫残了。他们不敢守的呀，推，已经都被我扫残了。直接往他大招里面放一。为什么要又要逼我塔外点塔？哎，我看你怎么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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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说？是吧？普通攻击穿透剑没了，这真的是在逗我！我本来不用进去点的，我以为一手穿透剑能穿到后面的人。哎呦，好气啊！别浪，等我那个叫什么装备来了就好了，好吧？贤者之书，我现在卡2000经济在手上，有点难受。
直接抱团压中就行了呀。我抱团我一个大一个塔呀，这不用想的呀，兄弟们，直接打正面，你随便打呀，直接打正面的，我一个大一个塔呀。哎呦老弟，你可别千万别反打呀，大招走啊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残血才丢大呢？我又不能理解了。我这个大是不是让他爆炸啊？我侧面扫正面扫全部扫没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不对，这有什么追的必要吗？哎，我又不理解了呀，这怎么的搞的呀？想啥呢？嗯，这米呀、啊，那咋住的吧？怎么又去？我不能让正面他们看到我，都得死！小鲁班搁这闹，小鲁班啊，错了没？错了没？错了没？是吧？这时候兵长没人帮他挡，他可难受了。撒个一技能，撒个一技能，减他速。哎，他还往我一技能上面走，错了没？我来回拉扯，我左右横拉，一个大招全部都扫死了呀！好爽啊，兄弟们，嬴政，开大开大，扫他！错了没？错了没？错了没？嗯，好嗨，好猛啊，嬴政！这玩意这没输过呀，这太顶了，兄弟。嗯嗯嗯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嗯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